后马上就要带来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。有很快吗？有，太快了。太快了。哎、欸，你们知道我们这种习惯很吵的人啊，准备这个是很痛苦的。我那个声音的细节哦，真的说。然后我们接下来这首歌叫《孝顺朋克》，然后这个名字是跟，就等于是我们的团名啊，我们团名本来是孝顺朋克。啊，为什么会叫孝顺朋克？对，哎、欸，你怎么？哦，对，那个影片有，就是那个洪生豪取的啦。洪生豪在哪里？像影片还他那边求，哎、欸，洪生豪。啊、大概什么意思？要不要讲？好。啊、你什么都知道，没关系啦。什么都知道，那我就穿那个极度浪漫。哎、欸，那个是我印的、欸。副本打吧，那副本打吧。我印到手会痛。好，就下一首，下一首。大概孝顺朋克就是这两个字是混在一起，是很奇怪的一个组合，大概有点不干不脆的感觉。对。孝顺朋克，谢谢大家，我们是孝顺一族的其中两个人。